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纸条老霍的老霍哥啊。俗话说得好，路对圈子跟对人，跟着老霍哥呢，咱们纸条老物件啊。这是个明代的小牌儿啊，有冲线啊。哎呀，这大烟嘴子挺多，那玛瑙烟嘴怎么卖的？那大个的。这多少钱？这三百，不多。最多都卖了八百个，我这个冰糖玛瑙现在也这么贵了。这个是一个地方玉的，拿在手里飘轻。这多少钱啊？六百，这也不是和田玉。哎呀，马上挨着雨，再也分不开了。现在这种东西都贵了，和田玉的也少了哈。玛瑙也三百了，玛瑙三百有点贵了。玛瑙的现在烟嘴还比较多，市场大部分都是玛瑙的，和田玉的越来越少，地方玉的越来越多。这有个盖碗，看那盖碗，盖碗是个老的，江西承德顺造，就是太脏了，里头所有点比较多一些。这卖多少钱啊？六百的。六百啊。一点八平米卷。这所有点比较多一些。这种喝茶吧，就影响感官，有点影响感官。咱尽量吧，淘这个里面比较干净的。这是一个玉的烟袋嘴儿，大烟枪，大烟枪啊，烟枪啊，是啊，前面不是插那个烟杆的是吧？这是地方玉，不是和田玉的，烟枪嘴儿，这有一个。提篮盘，有个冲线了，就是，哎呀，现在完整的东西太少了啊，可惜有根小线。